你猜，我在这儿杀了你。 会有人知道吗？你们不是革命吗？革命了能让你当班主吗？当了班主，就可以管控男女合班的事儿了。这样我就可以到你身边来了。革命的目的就是这个，你也太小瞧革命了。我就是图这个。 不然你呢？你革什么命啊？小时候，我俩拿着行头去找大师兄，满街都在杀人，血都粘住鞋底了，大师兄也死了。我很怕有一天。 你也和大师兄一样，再也见不到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他还没回来啊，不会又要误场了吧？我听他打听，去谈石头怎么走？那就是回不来了，肯定要误场。咱俩拖也拖不了那么久啊。就是啊，有心无力。哎，嗯。 跟台上说，我来了，帮我拖一下。哎，你们就不能拖一下吗？拖了，再拖就喝倒彩了。就是啊，师傅，该不合规矩了。 停了，是大误场。在华光师傅的神位前，侦查认错。他们明明可以多拖一阵子，不至于。拖了，真的拖不住。台下的观众都是冲着你来的。是啊，我们在台上又压不住。
真诚认错。不，我没错。 你说什么？你在华光师傅的神位前，敢说你没错？我就是没错，我是误场了。可是只差一点点时间，是他们都不帮我。那人家为什么不帮你啊？师傅，闭嘴！真诚认错。 犯错不认，按规矩，戏班要开革。开革就开革，我这就通传各方，陈立夏，从此开革。吴世俊说，你让他去盯着六四六。 是几只饼干？哎呀，别盯着了，报仇的事起了会出错的。我每天晚上一闭着眼睛，就能看到我父母躺到血泊里。我睁开眼睛，我就能想着我弟弟妹妹不知所踪，全都是白这帮王八蛋所赐。嘿，你让羊去盯着狼，那弄不好会害死羊啊！还是找专门的人来做吧，你就做你该做的。哎。 你不是要跟你师傅开药房吗？说的专门的人谁呀？啊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别传出去。天子码头红一帮知道吧？我给这个帮主宋世莲郑国姑。 多少有几分交情，我托了他。听说他们手可黑呀、啊？哎呀，咱不管他黑不黑，事成之后再给钱，所以我也不好催呀、啊。再说了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石河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学药？为什么要做当？ 何其生药部，我完成我师父遗愿，没有他和我方姐，我早死了。所以你是要报恩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好，好。让我说啊，报仇的事就交给红玉帮，你就专心的报恩。说难听一点，报仇可是有风险的。 万一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那你说，还怎么报恩呢？是不是？阿芬啊，哎，你煮的这个凉茶，那真心的不错啦，我就中意这口了。<笑>那以后经常给您送。哎，馒头来。 欧伯，钱。哎，您临凡不要了？白天可能太累了，都快睡着了。走了，欧伯。哦。啊，慢慢行来。哎。怎么了？这是人回来魂没回来？巡南路给我指了一条道。什么道啊？做大合集药铺。怎么做？让我搜罗古旧遗书。 就说那双门顶条街上都是旧书啊。对啊，明天下了工我就去，要不然你也去逛逛。我不去逛了，这些天搜集不扎叶，太累了。不扎叶？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有人跟咱们家收购五百斤的不扎叶。多少？最后有一家清仓，刚好有五百斤，我就全给拿下了。哎呀！来喝点汤。哎，哎呀！来来来，猪肺服果汤，提正气，驱小人。哎。
你说的这个坦药亨啊，我是没见过。咱们蔡亭本小利薄的，招不来这样的食品人关注啊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靠吃饭来赚钱？食品人的嘴和鼻子啊，都得更敏感一些吧。他们得吃得到、说得出，还能。 写得天花乱坠才行，光会吃不会说，做不了食品人的吧，是吧？多放了五六粒腐果，苦了。我还以为水放少了呢。哎，阿卫，你也能当食品人吗？ 会品评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能够创造出来美食，才能够名扬天下。阿威啊，咱们不能瞧不起别人，各行有各行的门道，只要认真做了，就应该受到尊重。我对他尊重不起来，我只要现在一想到那张脸，我就直犯恶心。 我想好了，我辞工。来吃早茶的都是附近的街坊邻居，他们对我们的早点有信心，所以早茶并没有受到影响。但是政策不太好，工作没有做通。是，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临时起意，也许另有所图。 那就让他说出来嘛，说出来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他这样一味的泼脏水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跟他打过交道的酒家遭遇都差不多，都是被他不依不饶的写文章攻击。他在报社朋友多，每次都是一呼百应，同一时间内所有的报纸全都跟上。那就不是因为一碟菜没炒好吃了呀。 老百姓都会相信白纸黑字，看到这么多报纸都在说某个酒家不好，自然都不敢来了。紧接着就是能赊账的商家铺户，也都催着结清菜钱、肉钱、面粉、鸡蛋钱，这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。帮我约他见面吧，东家。我联系了一些被他欺负的商家，打算跟他斗一斗。不必了。 耗时耗力，不起作用。孩子砸了，赢了也是输。都打起精神来啊！今天广州大酒家背水一战。你来干什么？来了来了。报社呢？你找我师傅干什么？我过来辞工。辞工是吧？好，学徒没有薪水，你直接走就行了。 还有，把你床铺上那些东西给我收拾干净，放一些不人不鬼的东西，你在那吓唬谁？你跟我说话客气一点。你要我跟你说话客气？你一个人差点搞垮了我们整个广州大酒家，你要我跟你说话客气？我会负责到底。负责到底？我们等不起整个广州大酒家，也等不起，知道吗？赶紧走。黄师傅在哪？我要跟他死磕血。你还有资格找黄师傅？他正给你擦屁股呢。 知道吗？由谭先生加盟本店，必定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咱们酒家的饭菜水平啊！<笑>十分期待。<笑>来来来，谭某致力于提高厨师的厨艺。 全面提升我国美食在世界上的地位，所以义不容辞啊！嗯，我也要谢谢谭先生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好说好说，来，阿威，你来干什么？先出去。黄师傅。 我今天是来辞工的，我现在已经不属于广州大酒家的人了。
我刚刚才知道这就是你的目的，骂我的菜不好吃，骂我们的酒家差，就是为了可以白拿我们酒家的钢骨，年底得到一大笔分红，是不是？你别胡说八道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 跟你说话呢？啊！你现在不是我们酒家的股东吗？你来调教调教我，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资格教我呀？你不就会拿着我炒的菜做文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连累广州大酒家。 下来做菜，你可就知道了。阿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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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人，雷人，快快快，进城要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。 姓的，杏林北疆啊，咱们可不能辜负了他这血性啊！谭先生，哎，刚才所议之事就此作罢。广州大酒家欢迎谭先生多多指点，但是污蔑诽谤概不接受。仙某生意很多，广州大酒家只不过是为了我方便宴请宾客所开，大不了我关门不干了。 至于啊！他要恨现在，他还敢泼脏水吗？修刀总是难入鞘，只怕他还会继续啊。这见了血了都拦不住的。哪个行当都免不了刀光剑影，血并不少见。 看来我这脚趾头是白脱了呀！打破了这行当里的丑陋规矩，撕掉了遮羞布，你这脚趾头千金不换。为什么？这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最坏的结果就是关店啊！放心，东家仁义。 对大家都有照应，你好好养伤，别的事我们来应对。陈山河没来找过你啊？他几天没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
他要是来找你，不管他干什么，你先把他给我稳住。嗯，你说说啊，赤手空拳跟警察斗，怎么斗得过呢？人家有枪啊，他也没有练到刀枪不入啊。找人去报仇，那不跟送死一样啊？你的这份苦心啊，他还真不懂。所以啊。 也不能硬劝，我想好了，给他指条道，先引他干一些其他的事情，等他这个报仇的心气小了一点，再徐徐图之吧。啊？红鱼帮码头上的大天二，码头苦力抱团，好事坏事都干。徐南路是靠一手正骨的本事才跟他们搭上关系。 说话呀！他没有来。谁没来啊？说不扎叶的人没来啊？啊？你说的对，我受骗了。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你看你别伤心。惦记多少钱啊？家里所有的钱。 够吗？不够，我本打算收到货款以后再付的，我太傻了。那个，这种连环骗局啊，报纸上经常登，先收下咱们积压的不扎叶，再说要更多，诱惑咱们去进货，但供货的人都他们一伙的。我找他们去。别！这个骗局应该还没有完。 他们还会借给你钱，然后让你把房契抵押上。我不会再上当。你容我想一想啊，这个当咱们得上，这是挽回的机会。只要他们还有这个贪心，我就能追回损失。 你们把金老板抓了，是因为我吗？那可真是殃及池鱼了。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吧。我没回南京是不喜欢舟车劳顿，以后我大概就常住岭南了。你很自信呢、啊？那当然。我建议你别急着处置我。 以免这两天政局有变，大家尴尬。他也太嚣张了，用不用给他上点手段？把金惠荣给放了？啊？不查他了？先好好应对南京的变局吧。既然咱们没有证据说金惠荣是共产党，就先放了再说。他有问题，早晚会露出破绽。 还是奎哥英明。前来各位师长营救，我才能逃出升天。这一杯酒，我干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少喝点，心意到就行了。师傅，这一杯，我担尽我师姑。师姑，立夏年轻不懂事。
他为了我也是乱了方寸，所以才忤逆了你。你打他骂他，他都活该受着。我这一杯敬你，为你宽心解气。 石姑还在生气啊？那我这一杯自罚。石姑，丽夏她是个孤儿，离开你，她能干什么？还不得活活饿死啊？要不就是被卖到人贩子手里，生不如死。 你对他就是再生父母，你说，当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孩子调皮不懂事，能一榔头打死吗？小金斗胆厚颜，请石姑饶他一回。小金跟立夏呢，情谊深厚。今晚，他为他自己得救喝了三杯，为立夏求情喝了五六杯了，差不多行啦。 没规矩不成方圆。你看，这小金和立夏，那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要说这品性呢，那都是好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啊，你就宅心仁厚，略施威长就算啦。只要他肯接受惩罚，我就再让他回到戏班里来。接受，接受。 谢谢石姑。来来来，勇仔啊，你也收收心，多照应照应你师妹，少管唱戏之外的事啊。我这次啊是被花弄影他们诬陷的，等我砸了他们的场子，就收心。 金慧荣没有跟师傅们说实话，砸花弄影戏班是为了掩护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。因为邝庆奎说过，是花弄影戏班举报他是共产党。如果他不做出激烈的反应，反倒会再次引起邝庆奎的怀疑。哎，只是给我们太平年班要到戏院的租约，戏院又不是我的。 你想得美啊！啊，海珠、粤散、太平、河南、民乐、宝华，六家戏院，再加上西堤大新公司、惠爱大新公司、长堤先施公司、十八府安华公司，四大天台剧场，你知道全广州有多少戏班惦记着吗？光150人以上的大戏班就40多家，你一个小小的半班。 就抢到了六大戏院之一的宝华，你还不知足？宝华戏院的租约一年之内交不够包银，人家不租给我的，这不应该吗？你呀，就好好干吧。哎，我已经张贴了海报，加印了戏票，马上开演。哈哈哈哈哈！ 笑，我只有大半成这样，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北方有句话叫“扮猪吃老虎”，这就是我的猪皮。我现在是这家的顶梁柱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。现在不就已经听你的了吗？哪个没听你的呀？把铺子丢了去当学徒，让你相亲你不相？别的都行，就这条不行。干嘛不行啊？都老大不小的，怎么不娶老婆了？ 你要是有那闲工夫，好好背背一会儿要说的话。来，有呢吗？掌柜的呀，这几股草真的要送走了吗？价钱带低赔本的了吗？我都谈好了。
掌柜的啊，我们家鸡骨草可是佛山地道鸡骨草，包装的人都爱吃我们佛山的鸡骨草了吗？你慢慢卖可以卖得出去了吗？你别啰嗦了，赶紧送出去吧，我还等着钱用呢，别忘了中午之前把钱拿回来。家里有人在吗？老板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只要侦查认错就能回去了。当然这个事情啊已经传开了，也得给你师父做个面子，所以呢安排了一桌席，请几个朋友见证一下。按理说啊要安排到葡萄居，让圈子里面的朋友啊都知道，但你师父啊给你留面子说不去葡萄居，那我就安排到广州大酒家。你嫂子好，有灵性，祖师爷赏饭，天生该干这一行。我跟着我，说不定哪天就辜负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理想是更大的戏台，要像大师兄那样为天下太平而奔走。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，管这个戏台是在戏院还是在天下。这次被抓，我虽然不害怕，但也突然意识到我干的事情很危险，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。我什么危险都不怕，在劳力啊每天都能听到海关大钟报时，但离得远听不真切。我就想着如果能出来就立刻告诉你远离危险。晚了，9年前你救我性命时说还不晚，你跟我一起学戏时说也不晚，可是现在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晚了。其实我也是支持你革命的，不让男女合班他就是陈规陋习，我们打破他就是革命。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合班唱戏呀。革命也得一步步来，对不对？你先回摘星好不好？你替你师父抢到了宝华戏院，你就是太平年班的大功臣，你让他留下我嘛，他肯定会答应的。嗯，换个别人都有可能，唯独你不行。我师父见到你师父就跟老鼠见到猫一样，他怎么敢收留你啊？你进去看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又不进去了？我又看不懂。那我进去了。啊，我在外边等你。说说吧，不扎叶的事儿谁的主意？我是红鱼帮的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今天必须把这个场子搞旺。快点把枪挂好。哎，师傅，第一次在这里一定要担得住。第一呢，哎，雷锋心为家人不心丧。哎呀，我的脑啊，这是搞什么？你何故如今
为昨夜泪雨。哎呀，师傅，随便改戏啊。东侧他不多激情，另有五路来相依。哎，这怎么是个女的？搞错啊！这是个女的。搞错了，女婿退兵退兵！哎呀，我得要退兵啊！退兵！这不是骗人吗？退兵啊！退兵退兵！别擦了，快退兵啊！我先唔睇两场啊，我要退兵！退兵啊！快啲退兵！退兵退兵！李夏，你可是闯大祸了！我赔。你赔得起啊？我拿一辈子赔。你赶紧卸了妆离开，谁知道观众疯起来会怎么样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怪我。要怪你的人多着呢，你师父就饶不了你。那就把拜师期还给我。八岁学戏，一直都没有松懈过。现在倒该好好歇一歇，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。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我们在宝华戏院的开台演出啊！看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是我不对？当然是你不对啊！有没有搞错？你知不知道我怎么收场的？全场的人，戏票延长一个月，你懂吗？所有的人一个月都白看戏，我们卖不出钱，还得交一个月的场租，我还得管全戏班上下几十人的吃喝。你要我赔光老本去天台跳楼啊？师父，你消消气，我一定卖力气上，然后找一个好的开戏师爷编排新戏，一个月后保证爆棚。你们呢？你们太不让我省心了。好了好了，徒弟犯了错，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，别伤了和气嘛。李夏，还不快点给你师父斟茶认错？还不认错？认错呀！你想好了？请师父成全。今天就请蔡叔和张师兄做个见证，我陈野兵解除跟陈立夏的誓约，从此各安天命，两不相干。这不至于此啊，陈立夏是跟你学的戏，现在正好到了报答你的时候，你说我会补偿师父。以后我所有的收入，六成送还给师父。当不起师父二字，也不敢收不义之财呀。是我的一份心意，是我的一张脸面，也没这个规矩。你这孩子，你说，你将来可怎么办呢？不用看我，于公于私于情于理，我都不会让你来我这里，干女儿也不行。先让他闭门思过吧。这么快就有收获了，我看看。
这是哪儿逃来的？双门底街吧？你看看行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南海朱佩文的书啊，很有意思，专门比较中医和西医里关于脏腑的论述。哎呀，摘取异同，开阔眼界。徐南路让陈山河搜寻古医书寻找药方。陈山河最先找来的却是一本谈论中西医异同的书。研读学习之后，他生出将中药和西药相互配合的想法。配得不错啊！好，这样拿回去，好好的读啊。都读了，但是有些地方看不懂。哎呀，没事啊，看不懂就来找我。东家啊，东家，外边来了几个人，要找陈山河，横得很，还要打人呢。啊，